今天我们做啥呢？油泼辣子面。辣子、香菜、蒜末、葱末，啊，还有面，咋弄的这个吗？拿筷子先弄，扯一扯。这是啥面？宽面条，裤带面，裤带面，油泼辣子裤带面。这水已经滚沸了，准备好了，下锅了。拉面师傅已经快拉好。哦，这一根拉成两根了。不是两根儿呢，这裤带面，哦，这是个圈儿圈儿啊。对，哎呀，这高了啊。这这高一根了，儿就是一碗面，这是个圈儿圈儿，哦，这是个裤带，哎呀，能给我带上？我这腰粗呢，估计得要个大号的。哎呀，高了高了，哎呀。这个真高了，哎，太高了，单面，哎呀，看这个，一拉，拉开，一个圈圈，正好一个圈圈不动弹。哎呀，这熟呀。高了，同志们，这根就熟了，耶。这是油。哦，油的已经冒烟了。第二根儿下锅，拿个大碗吧。这不是大碗。再下点菜，滚水一烫就行。我们陕西人就爱吃这种面，虽然我不是陕西的。放上辣子、辣椒、蒜泥儿。蒜末。葱末、葱末、香菜，乱七八糟，噔噔，热油来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哎呀，爽啊！好的。哎呀，看看这碗，美味可口的油泼辣子。来了，我要去吃了，你就们是，看着办吧啊！再见，油泼辣子面，对先对，吃点韩国泡菜。巧，这个太有，尝一尝这个，你看我这个，真好吃，哎，有那个，不是有那个，真的很好吃啊。这个辣吧，这都是放的一手，面条真筋道，一口咬下去，满嘴都是油。他们让我再吃一碗，怎么办？吃不吃？你们说我吃不吃？好评，非常好吃，推荐。赶紧，你闹小娃娃。闹娃，爸，接班了。